我录影前啊，跟玉林哥聊天，说哎、欸，你知道哪个动物最容易感觉到害怕吗？答案是海狮，因为海狮会害怕，就然后开场就讲掉。你心机就很重，所以你说玉林哥有心机吗？拖下水。对对啊，心机超重。你有被心机过吗？在这个圈子？哦有，就是我后来在这个圈子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每一个艺人都应该要学会游泳，因为你随时会被人家拖下水。在节目上通常会 say 好说这一趴你讲，这一趴你讲，对，有遇过那种直接把你那一趴全部讲，对，就到你的时候想说完蛋了，要讲什么？对，或者是那种录影前啊，跟玉林哥聊天，说哎、欸，你知道哪个动物最容易感觉到害怕吗？答案是海狮，因为海狮会害怕，就然后开场就讲掉。你心机就很重，所以你说玉林哥有心机吗？你把一个大哥拖下水。对对啊，心机超重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在讲述事实。你也有啊。之前拍戏有一部戏呢、其实我不是主角，但是我在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那时候我们在地下室演戏，都套好招了，然后彩排也彩完了，准备要开拍。那主角就说：“听，等一下。”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导演。密闭的地下室等了大概2个多小时，都还没有开拍，这么久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好烦哦。那我去上个厕所，然后去外面透个气这样。后来呢，我再出去待15分钟，一回来，哎，导演就说，哎，准备开，这个开始拍了。然后小玉，你等一下，那个你要演的那个戏份呢，都给那个主角演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刚不是已经排好，我都已经动作练好了。结果呢，是那个主角趁我上去空档时间，跟导演讲说哪些剧情、哪些动作应该由他来做，而不是我来做，因为他比较重要。谁啊？心机好重，心机好重。没有，我是帮你们问，避免你们以后遇到他要小心防范。后来我就是吞下去，我就算了，我就好、啊，那就拍吧。就开始拍的时候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惹到一个大哥，因为那个大哥他也不知道大家在忙什么，他就坐在旁边，然后很烦这样，到底要不要拍？然后因为重新改动作了嘛，那又要再武打那些东西，又要再套一次，然后套招。舞蹈老师在跟我套嘛，然后他在旁边看，舞蹈老师就说你就右拳，然后再左拳，然后再踢他一下 ，OK， 然后大哥说，哎，来，好，那换我喽，大哥上来跟我对，大哥就这样，右拳，左拳，啊，这样是不是？那一脚就直接踢到我肚子，对，而且那个是彩排，不是正式拍，然后我整个突然先是吓到。然后才发现自己肚子很痛，因为他踢得太用力了。对，可是那个不是，已经不是肚子痛，是心很痛。你觉得就是我做这个行业，我也没惹到你，那这个事情也不是我发生，你等那么久也不是我的错，那为什么要把气出在我身上？就是因为我没有你大咖吗？或者我没有你有名吗？应该是。对啊。欸、但是我后来有报仇了。这个心机要抓出来，因为这个真的很蛮狠的。他们呢，这个戏他们要拍第二集，我就说我不演。哇，那有找是有找你够狠吧？是你自己说我就不演，根本没找你这样。拒绝你之前，你先拒绝。你先拒绝。你这个好烂的心机。我拒绝他，哇，怎么样？这秘书四号人的基本上他的每一笔钱都是精打细算，但是有逻辑在想的。所以比如说送礼为什么要2个月前，或者是说不要急在一起送，他就天生自然而然就会这件事。你问他为什么想到，是这样吗？他就会知道这件事。他是连借钱都很有学问。屁啦，超爱借钱的好不好？屁咧。好，对，我超爱跟他家借钱的。前段时间。没有，因为他这个人是很，他不喜欢拿现金在身上。所以他只要出去，像那种付那个停车费啊，然后买咖啡啊，就买一些小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小玉，那个100块借我，200块借我。”然后他有时候就忘记还。会啦，我都会直接 Line Pay 给你们。啊， Line Pay 是因为我都没有还，所以他教我的。终于受不了。我想起来了。对，在圈内也有被人家给心机过，然后也是那种就是哎、欸，看起来跟你很好，可是在背后。去讲你一些坏话，本来你有机会去这个节目主持，可是因为他讲了，变得是你，就是那个制作人直接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听说你不想来哦？我说我没有这样说过，后来才发现哦，中间有人搞鬼，他刚好缺钱，我想知道是谁啊？我不知道他私下做了什么事情，所以可能钱不够。他跟你借钱吗？他跟我借钱，啊，他脸皮也真的蛮，因为他好像也比较
走投无路了，也不知道要跟谁借，想说好，你要跟我借钱，那因为其实借的钱也不大，因为一次才五万块。哎，很多哎，算多哎，一万块是整个上班族的一个月的月薪就借出去了，也其实蛮多的。对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圈子一定会遇到他，然后再第二个是我有跟他说你什么时候还，我会先讲，他就说哦，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，我说好，然后对，他第一次有如期还，再跟我借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就好，我再借，然后可能第二次拖比较久，但后来还是还了，但是等同于就是我让你欠我一个人情。所以你以后不要就是在背后做一些小动作，是因为你有欠我人情，所以他也不希望我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讲或什么的，所以他也会比较不会去做那件事情。但你现在还是讲了，但不知道是谁。但是有效果吗？你觉得？有效果吗？有效果，真的蛮典型的四号人啊，就是每一笔钱其实出去的时候要先想一下，